好，现在别人第五招哈，牌在第几张？来，随便洗牌，观众随便洗牌，牌洗好，好，牌洗好，好，好 ，OK， 谢谢。好，现在牌洗好，随便抽一张牌，你要记住几点哦。好，来，观众看一下这张牌，记住，要记住哦，不能看错哈。我把它放在上面，切牌，再洗牌，这样洗牌。好，观众那张牌在什么地方不知道？你希望在算上面算下去第几张出现？随便讲。十号。好，你看一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所以十号这张对不对？不对啊，没关系，看一下，你刚才那张几点牌？梅花七。好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所以十号，来这边看一下。好，这是梅花七，本身挺套路数。好，谢谢。